那么现在其实除了咱们中国有这个端午的习俗之外，还有哪些其他的国家也过端午节吗？例如日本，它叫做女儿节，它要生鲤鱼旗啊，鲤鱼，它也包粽子啊，它也包粽子，它的粽子不是糯米，是糯米粉，糯米粉啊，粉非常甜。你比如越南还有关于端午和祭奠屈原的诗词，你还比如缅甸它也划龙舟，这个习俗可以说它的根源在我们中国。